神父就係故意揀今日噶啦，啊，因為今日咧喺教會裏邊稱為節目主日啊，係四旬期啊，即係呢個復活期嘅第四主日啊。咁揀嘅福音咧，就係無論係邊一個甲乙丙年嘅選經，都係約望福音，係講耶穌嘅節目啊。咁啊，耶穌嘅節目咧，唔係淨係兩千年前嘅節目啊，今日都係。在香港都是，不是只是在巴勒斯坦，在耶路撒冷，在香港。如果我們這樣想的時候，香港有什麼耶穌作為節目可以帶給今天的香港呢？今天的香港最缺乏什麼呢？人最渴望什麼呢？最近我想環顧我哋四周最多嘅傾講嘅其中一個題目就係移民啊，好多人走。有啲人話呢個暑假咧係一個高峰添啊，因為好多離開香港嘅咧就係因為係小朋友啦，咁啊，於是即係暑假最好啦，係咪？一學期完咗，咁啊第二個學期未開始，咁所以就移民。移民有好多原因，其中一個就係失望啊。留下來的人呢，可能都會覺得很失望，會覺得是咯，我們不能走，所以留在這裡。如果耶穌是節目的話呢，如果耶穌是今天是香港的節目的話呢，他要帶給人希望，他要給人跨越這個時局的希望。看這個地方，這裡帶給人希望，這裡是什麼地方？這裡是廟街啊，廟街 Temple Street。 我們知道 Temple 是什麼，在舊約裡面已經有聖殿。剛才剛才 Eddie 開始說約櫃啊，很漂亮，我覺得真的跟它不謀而合。聖殿裡面最重要就是約櫃，約櫃很小的，放了即係唔同嘅聖經嘅記載啦，嗰啲經卷有啲就話咧放咗有咩亞郎嘅嗰個棍像啦，又有啲馬納啦嚇，咁但係最緊要有個約板啊嚇，天主嘅臨在，天主嘅臨在。廟街點樣可以真係成為一個天人交往嘅 temple 啊，聖殿咧？好奇怪喎，諗唔到嘅，通常。即係唔知我哋生活喺香港，我喺香港出世喺度長大，廟街哇諗起咩啊？唔使講啦，我哋都知啊嚇。你點會諗到天主啊？你點會諗到上帝啊？點會諗到天人交往噶？但最緊要係呢度有一個約櫃，呢度有信守天主盟約嘅人喺呢度臨在，喺呢度。將人帶到去羨慕耶穌那裡，這個羨慕是誰？這個羨慕可能我們說是一些牧者啦，是不是胡神父啦，什麼都是他搞出來的嘛，這裡。但我相信胡神父一點都不覺得自己是羨慕，他只不過是將人帶到去真正羨慕的耶穌的面前。我是羨慕，我們很希望在這個地方，今天我們做一個儀式，祝福這個地方。祝福就是說將這個地方獻給上主，屬於祂的。在這個廟街的 Temple Street 裡面，很多很多地方不屬於祂的，看不到祂的。那些人見到走過呢，很世俗的，很多的想法的。來到這裡，這裡不同，這個是今天在香港的廟街裏面的約櫃，上主臨在的地方，天人交往的地方，給人希望的地方。為什麼呢？剛才胡神父跟他說，很多很特別的人來到這裡聚會，連這些人都來到找耶穌，人生還怎麼會沒有希望呢？我們不是什麼政治人物，我們不是要改什麼，不是這些。我們在說最黑暗的地方，在最無希望的地方，在別人看不起的地方，人為找到耶穌的話得到醫治，不單止在裡面心靈的醫治，在整個人的醫治。
讓我哋呢個廟街啊，即係成為聖殿嘅街啊，天主臨在嘅街道啊，由呢度開始，由我哋每一個人喺呢度參與其中啦，做義工啦，服務啦，讓我哋都喺呢度咧，同所有嚟到呢度嘅兄弟姊妹一齊尋找嗰位善牧，讓嗰位善牧成為我哋嘅牧者，讓佢嘅愛，讓佢慈悲嚟到我哋每一個生命當中。我是善牧。頭先 Eddie 話咧，就邀請大家背聖經金句啊。呢句聖經金句咧就係嚟自今日福音咩福音啊？約望福音第幾章？第十章啊。咁啊出現過兩次嘅，咁啊第一次啦，容易啲啦。十一節啊，十章十一節，四個字嘅啫喎，好簡單。我是善牧，約望福音十章十一節啊。咁讓我哋咧求善牧耶穌親自嚟嗰個地方，祝福呢個地方，讓佢自己喺呢度臨在，讓廟街成為音崇上主嘅地方。